首先讲解单人打卡方法，在陈岛留影存档，然后回预境，去静阁办公室，再次使用留影魔法。刚开始瞬移有风墙，等待一会儿浮出水面就到了。往蓝色的区域飞会发生变色，下面是双人打卡方法，不需要留影存档。来到办公室，向附近的云层飞，尽量离建筑远一点，在空中放上坐具。我们站在坐具边缘，切换逃跑站姿，向好友发起互动。